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又在谱写九月金色时尚神话，秋日电影氛围感拉满了。咱都常说姜还是老的辣，但在追星这件事儿上，追邓为那绝对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爽感体验。邓为这个名字如今可远不只是简单的几个字符组合，那简直就是一种现象级的存在。 一种如同魔法般的支付方式，更是消费能力的闪亮象征。追邓为真的是一场别样的时尚之旅。你瞧，当一大群人还在那儿七嘴八舌地争论着邓为到底火不火的时候，嘿，人家邓为早已迈着潇洒的步伐，轻轻松松地拍完了整整八本主流杂志。这速度，那真的如同闪电划过天际，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 应接不暇，那些还在争论不休的人呢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邓为的辉煌战绩，在原地干着急，仿佛邓为就是那一阵风，刮过时尚的舞台，留下一片惊叹与羡慕。而当众人还沉浸在对邓为时尚感的热烈讨论中时，这位时尚达人已经将潮服、轻奢、高奢、顶奢。 真高定等各类时尚单品，统统穿了个遍，戴了个遍，系了个遍，展示了个遍。这场景就像是一场绚丽多彩的时尚大秀，而邓为毫无疑问是这场大秀的绝对主角。他在时尚的舞台上尽情绽放光芒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表情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。那些时尚单品在他身上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 变得更加耀眼夺目，其他人在一旁看着，只能暗自感叹自己怎么就没有邓为那样的时尚气质呢？与此同时，当大家还在观望、对比、较量各家杂志销量的时候，费加罗可就机灵的很啦。他们巧妙地打出精美小卡、特殊制作的生意牌，又温情脉脉地打出久别重逢、最是动人的亲情牌。 然后直接把这两张王牌发进邓卫超画，这一招那可真是妙不可言，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自此以后，邓卫的杂志可不再是那种被动的上架等待被挑选啦，而是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私人定制。这种消费带来的爽感。 那真的是只有追邓位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，就好像你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宝藏，每一次挖掘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你会觉得自己的每一分付出都是值得的，因为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本杂志，更是一种与偶像紧密相连的独特体验。说起费加罗，那可真是厉害。自从在《风度一亿》中一战成名后。 这次在宣发时间点上，更是做足了功课。老话说得好啊，“救人于水火，刀人于无形”，他们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给粉丝们带来惊喜，让大家对邓为的喜爱更加深厚。而瑞士呢，作为位圈的新人，确实在某些方面显得有点 too young，too simple 了一些些。不过没关系呀，未来的路还长着呢。 我们这些粉丝愿意陪着瑞士一路同行，看着他不断成长进步。毕竟，我们都是见证邓位成长的珍贵钻石呀！真心感谢《风度》《费加罗》智《智足、Gloss》《芭莎》《时装》《瑞士》等等这些优秀的杂志，在那些想念邓位的日子里，是他们拍摄的精美图片、记录的生动文字、访谈的动人声音陪伴着大家。 这些作品就像是一束束温暖的阳光，照亮了我们的生活。这份陪伴，那必须的购买珍藏，让他们成为我们追星之旅中的珍贵回忆。再看看那些与邓为合作的品牌，那也是一个个精彩绝伦、锦上添花的。迪奥总是能为邓为增添一份高贵与优雅，雪中送炭的修丽可在关键时刻给予邓为支持。 还有惺惺相惜的卡诗、马吉拉、CT，他们都是魏圈的好朋友。每一次看到邓卫与这些品牌的合作，我们都会感到无比激动、感动和冲动。这些美好的时刻都被一一记录在大家的博文里、消费记录里、化妆品里、护肤品里、衣服里、包里、鞋里、首饰里、香水里、发烧中。 仿佛邓为的魅力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现在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邓为的、e《Element》九月刊封面大片。哇哦，那画面简直让人惊艳的合不拢嘴！这杯宽阔而挺拔，仿佛能扛起整个世界的重量；这肩宽恰到好处的展现出男性的力量感；这手。 修长而细腻，如同艺术家精心雕琢的作品。这身 V 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性感魅力。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完美，处处皆精品啊！邓为在这组大片中风格多变，时而冷酷帅气，时而温柔迷人，时而高贵典雅，时而俏皮可爱。他就像一个百变的魔法师，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我们期待着青年演员邓为与、e《Element》携手，继续演绎无限可能，展现出更加别样的魅力。在浓厚的秋日电影氛围里，邓为身穿 Dior，那真的是宛如一位贵公子，又贵又欲。他的高奢脸让人赞叹不已，优雅、时尚、贵气，这些美好的形容词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这新杂志。 那绝对是值得我们满心期待啊！邓为这个男人中的男人，雄性中的雄性，他仿佛是男人中的支配者，男人中的统治者，爱慕，男人之主，男人的终结者。他是王，是大师，是上神，是帝王，是魔主，是那种具有压倒性魅力的男人。他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动作，都散发着强大的气场。 让人不由自主的被他吸引。邓为出品必须精品，这句话已经深深的印在了每一个粉丝的心中。邓为《a l e m e n 3三十日发售，真的是一眼万年。当我们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才真正明白，原来帅气也可以如此具体。他的时尚大片就像是一幅幅珍贵的艺术品，值得我们用心去收藏、去品味。总之。 追邓为的这段旅程，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时尚之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欣赏到了邓为的帅气外表和时尚魅力，更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的努力与成长。让我们一起期待邓为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绽放光芒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和视觉盛宴。